但是他就是转身过去，转身过来，变过去，变过来，你就抽他球，他就是有点在带球的过程中输球的。你想哈，如果说啊，我现在我的进攻方向在那边，啊，正面哈，那我不说了，我们现在只说那个正面的事情，啊，来你给我的球。防守如果说我们要现在是这个状态，你觉得我哪次有输球哈？为啥子？因为右脚不会把上面的球，你